新创作歌手吴丹妮推出首张同名创作专辑《Listen My Love》，今日拍摄主打歌曲《Love》MV。吴丹妮与陈零九扮演一对热恋情侣，两人在 MV 中一同共谱恋曲，让从来没有接触过戏剧的他直呼好紧张。感觉很紧张哎，因为就是，要演的戏份其实还蛮重的，就是很多感情戏，对。然后就是因为我之前也没有接触过戏剧啊，然后就是要演出比较青涩啊，然后恋爱的小甜蜜啊，然后也有那个男主角没有来的一种忧伤，就情绪非常多变，所以觉得很挑战。吴丹妮首次到台湾拍摄 MV， 小师姐徐雅涵前来探班，让吴丹妮好感动。而将升格担任导演的徐雅涵年底将前往内地拍摄微电影，徐雅涵表示微电影中会多安排吻戏床戏的桥段，让大家都好期待。我要拍这部微电影的话，我想要加一点，就是类似什么床戏啦，什么吻戏啊，反正就整整人有没有？对，好像是。没有，我觉得其实我非常非常期待，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。